现在此，你并叫前下大战牺牲的小武士叫吗？不是，我咧吊坠过二哥。吊坠？青灵以吊坠亲人，让你感觉奇怪了吗？未，不管是青灵还是人族，对东方的感情与思念拢是一样。我果然无看错，你是一个真善良的囡仔，甚至你。也是一个真温柔的人。提神骨骼吹响，随了变数之声，为东东秋叶破下不雄的阵仗，尽力精神吧。好，惊天动地之象，最不影响宏远胜利。一红之后，因。一无雄鸡，恰恰也是最该坐在秋千之上。在秋千上随机摆动，能感受难得的自在。每次电力来，伊总是特别激动，所以我要对你说，伊想说什么？平人心中温平气，平光之人天然自信，丢伊一对眼，接受便是惊世骇俗的将。好，激动若天，男人族却是混合九天下，力屈八荒牛。原来玉林之巅一跃，天家心中胸容易完全丰富。是，开弓之巅杨道雄，武则天杨水风，一对青灵两代王者，红雕四眼，风雷双挂，好，为功力无人比下肉，一身功力一身，要百里之欢，一鸟独留。天灵之神魔高峰火